带住小朋友去做按摩 SPA， 要佢等你成粒钟，佢就梗系唔肯啦。但最近咧就俾我发现咗个好地方，唔单止各位妈咪可以做 SPA， 连小朋友都可以一齐玩埋啊！嚟啦，我哋入去玩啦！嚟自泰国嘅 Body Herbal SPA 最近进驻咗屯门月品度假酒店 ，SPA 入面全部都系泰国技师，可以享受最正宗嘅泰国传统按摩，会用唔同嘅香薰油，配合油中带光嘅手法。将绷紧嘅肌肉放松，按摩前仲可以免费玩健身同埋蒸肉添。点解我可以咁他条喺度按摩？其实咧，我一早已经带咗小朋友去玩啦。妈妈可以喺享受香薰按摩之前，先带小朋友去儿童游乐区。小朋友可以喺呢度免费玩60分钟。游乐区入面仲有一个电动赛车场。另一边仲有一个变身区，可以变身做消防员、工程师等等，小朋友一定可以玩得好开心。